为你守候，就让爱的最美在2012。我还没见过这样有气氛的渣子。叫你传的物件，你传好未啦？卖等你细味出来，你给我吐出来哦！大家放心啦，我早就传好了。等会。啊，我的妈！想到吼，会突然间变出两页了。哦，我的三观你也变掉了。我即摆才甲人讲哦，我嘛陪过人两页了。哦，就是讲咩？啊，你嘴讲才两页，还唔知安怎，规身躯呢，爽起来。我加讲几遍，两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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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！没有，规身躯好，都收起来啦！哎呦，哎，真正可惜，我昨无跟你去啦，无亲手帮着迄两元支票，那无这些人，真正无白活啦！哦，爸爸，你放心啦，去有机会啊！妹妹今晚过分啊，卖讲什么两亿、三亿，伊要是几百亿，妹妹要做世界第一职业女强人，忘掉！人讲哦，好的开始是先讲的一步啦，这边。你即摆拄着吼，去你一世人哦，头一个能力，我希望以后有真多个能力，安尼一来一去，就安尼一来一去，一来一去，就安尼。小张大哥，小张大哥，今嘛吼，出去哦，刁民集团的阿刁吼，哦，这早顿哦，食起哦，特别爽啊，倒去啊。人哦，我无离很远，我真正就是要看你遐两个指标，等到你面拢去平东的边咯，伊是啥物古玩用？爸，你莫袂记，迄钱毋是咱的，是去人借来呢。这两亿以后，咱嘛是爱想办法还给人诶。是啊，迄钱哦，是阮西，还佫有再多去借来，后盖先请人俩。我知啦。哎，这阿门西哦，真正有本事嘞啊！你姊妹伴哦，出借着两亿。安尼就无简单，真系大方的人哦。我伫想吼，无了了，比较好讲话，无迄个时候就较粗俗。我看吼，你规日啊，去到阿门山迄个朋友所参详者吼，做伊当主啦，安尼两面变钱啦。嘿，妹，规日叫伊呐，加投资几亿啦，哈哈。你去了。喂，小象。哦，爸爸，有挂号我来提醒哦。哦。好啦，不要白乱想啦，船都要桥上自然直嘛，咱就重新拍片头啊。来啦来啦！爸爸，妹，你妈呢？我应该转不了脸呢。转不了，是不是小票？乔伦集团要告世美诈欺背信，要告魏家文说。啊，几年的啊？不敢告。哇，这下比就这么开心。无，这个是黑店哦。伊讲话无算话，以后伫社会边哪敢客气啊？
我先去拍摄。拍摄啊，我有真重要代志哦，要找林总裁，麻烦你叫我通知一下林总裁的电话，讲有真重要代志，好不？没耶，你若无预约，就袂当见阮总裁啦。阮真正有足紧急的代志，袂赴单预约，麻烦替我通知一下，好不？什么呀？大家这细汉啰嗦啦，这个冲啊！
明明我昨昏都已经答应老细米，要何解撤销告诉？是安怎？啊？恁两嘛拢在场啊？奈何叫律师去告伊？我讲的话，恁都从妈咪同风，正耳听，倒耳出去就对了。妈，咱中银集团已经经营半世纪啊，所以有这件代志，甲咱所有名声拢拍歹了了，这敢是赔钱对咱扫扫去的代志啊？好啊啦！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，哦，这场面哦，恁别看真多啊啦，哦，无咧甲咧信道啦，哦，卖伫遐咧骗鬼，袂食水啦。恁误会啊，这件代志，阮总裁确实是唔知影。我知影啦，就是恁两个隔山甚至大主大义，因为个人恩怨，想要对付我，对无？一定就是安尼啦，哎，你安尼公报私仇，就要害阮妹妹就对。蔡琴，你咧行啊长焦道，你要哪做总经理？你讲的够难是？我是长荣集团总经理，全看重就是公司的利益。啊，恁遮无相关的人会安怎？跟我一点啊关系拢无。我再讲，连台湾公司损失遐尼大，除了赔偿以外，敢要负其他责任？敢做敢担当，卖做才化了差。老蒋先生，马上撤销对市民告诉。我难不听的，你把我们用滚头布会当解决任何代志，这社会敢不需要法律？对不起，我拜托你较冷静嘞，紧我妈妈。别聊，卖阁讲啊！就是因为恁是大公司，所以才还讲信用。马上叫律师撤销告诉。总裁，我嘛真想要叫你一起去做，不过欠了伊袂付啊。啥奈袂付啊？我才拄仔收到传票呢。对啊，你拄则是无听到总裁咧讲的吼，啊卖遐咧五四三啦，全理由聊聊啦，你就叫律师撤销告诉就好啊。因为阮告恁查某囝这三条是公诉罪，一旦提出告诉，就无法度撤销啊！啊，哪会安尼？安尼阮细弟咪就注定要欠告。吼、哦，现在有更阴险的啦！用这个秘密少年的报酬，这条我替妹妹讨回来。来告。弟弟，你要干嘛？你放手，把我找囝。我绝对告你上海！你收投票！人今天不是了解啦，要告哦！你小我才你要做那个啦，你莫咧惊你啦！妈、啊，妈、啊，好啊！是嫌睡眠真棒啊，但只要不告诉伊哦，咱先处理大事，别大事落不落来啊！规定恁就是一定要对我开战，对付我就对我心。好，照恁来。我绝对袂以为安尼认输，也是叫恁拍败。要告你就去告，恐吓到时阵，恁若告袂赢，阁会予阮告恁诬告。恁就看到底才是谁伤害中林集团的名声。爸哥，一起，咱来走。行，这里，这里行。哎，万不利哦，你若真正叫人去乖哦，我甲你讲是要安怎啦？这里啊！哦，你不会答应的，谢丽。啊啊！爸爸，你龙大东啊，你龙都受伤嘞。恁爸真正愈想愈唔甘愿，既然你李阿明龙，阁说你遐子条件啦，阁告你伤害。不归去啊！只要我回去哦，就要拍一个够本啊！咱们来过参谋，安尼大家列拢啊来啊，我靠看。对，这个绝对没有，人俩出去，惊啊，走个无半场，好吧，我回来。你是老三妹，就算今仔日去拍伊，去破坏伊的物件，对我够有任何帮助？恁即摆是嫌我情形无够乱，就是一天找我麻烦是？好啦，别安尼啦，
我相信咱有法度渡过这难关啊。你哦，你这阴时啊，阿未死就甲你剩一支嘴，甲咱用讲的啦。干嘛你？你若靠灾情哦，我死你干嘛来这叫糟蹋？啊，创啥？爸爸，你给我讲，啥拢不用讲。妹妹，我跟爸爸也想较冲动啦，啊，不过我嘛是想要替你出一口气啊。你个想法袂晓李明亮啊，讲话无算话啦，而且会指定去啊，佫要甲你告。是甲你真正有乖，我跟爸爸是要安怎？我咧想，无定着佫另外一个办法。甚物办法？就是甲用白纸变美金。为国遐骗走钱，迄本身也甲找出来。证明讲，咱也是受害者，无法敢相信发生的误在。哎呦，我讲英奇啊，这办法当然嘛想过啊。我咧问过马萨大，马萨大讲迄什么消诶，本身啊，伊根本就唔知影伊即摆到底倒位去啊。所以嘛，我这囝啊，死了讲哦，那后壁就做完路了。这足明显的咧，就是马萨甲消诶，连手来骗你的啦啊！你讲你叫马萨大大大，你真正是个戆镜头。我感觉英奇讲的无唔对，咱若是当找着肖的，就当证明咱是去用骗的啊。好妹妹，这样代志我即马随处理。喂，嘿，白哥啦，我到正街啦，找银手有淡薄仔钱，要来马萨大遐搬两刀啊。啥？马萨大出国恁暂停营业？啊，无马萨大到时倒来。喂，吼！你挂我电话消息？去，我头一次听过，啊，交警要暂停营业啊！我拄收到传票，马上就出国。这时机敢不是够拄好？爸爸，你是讲有人通风报信？恁敢袂感觉足奇怪？讲我欠马三钱，马三就找人来骗过。这代表讲一定有人知影讲，佮一定有卫视的遐乌糟事情。哎呀，安尼讲起来，确实是有问题啦。迄天吼，细米摕2000万的支票付我，我哪袂摕好烧咧？啊，目前呢哦，就去予准备摕去啦。啊，刷落来，就去予写咧个马萨骗去啊。哎，这百面是内心都偌鬼啊！无唔对，一定是李明亮，这就是意向的手法。三年前，伊就被交给玛莎，过去四个月，还跋输到欠人钱，一定是伊无唔对，一定是安尼啦，伊是算倒霉啦，若无哦，你袂头壳剁开，互你做伊阿姐。那你玛莎出国，一定嘛是你另有安排。明个，咱来赶紧找着小雅跟玛莎。你唔管玛莎已经出国安尼，你世界这么大，想知伊走去倒一个哈？出国？迄小雅我无熟识，我唔敢讲。玛莎是实在够有准啊！伊身躯排几条官司，伊限制出境安尼，伊阁有侪条出国，伊出山较紧。既然无出国，就算从全台湾拢变怪，我嘛必找着伊。伊去啊！伊赶紧找阿门师傅江湖伊伫人，叫伊来斗找人啊！不过今日料理中心爱负责送贺生计哦，公司开幕典礼，不但料理中心的人无都过来斗三工，连我都无都请假。哦。你真正剩一支嘴呢？好啦好啦，说说去啦！你免得无爱心，无你，你免得找无人哟。比阮老家即口找三个人的头脑，一定在伫上短时间内底啊，将人找着。哼，行！爸啦！好，搞定，搞定。逼一击，好，我赢，我赢，我赢。哎，明啊，奥瑞，奥瑞，好，好，我失败啦！哇，香啊！爸。妹妹，
你来这做啥？啊？你今天直接给他发言权，就跟他拍言权嘛。我冇做歹代志哦。你明明知影，你小妹明仔就要出店啦，啊？我即马找马嫂，找个新工会倒来。你即马竟然够心急，在那拍言权，拍言权，是咩啦？消消气哈，这样子你对我很好，就胖诶，来吃啦。胖了，胖了，你吃，你快点吃吧。哎呀，好啊。我讲妈安尼啦，我唔是无咧找玛莎诶，恁都是恁啊，恁根本唔知影玛莎习惯，恁若死去学袂找，根本就白了工。你也知影，玛莎是一个暗公教，愈暗哦愈精神啊。哎，暗时哦九点以后，就是出门觅食的时阵，即马就还未九点诶，当然只等啊。算你讲了有道理啦，哦，你即马就咧跋烟枪啦，跋到无体啦。我问你啦，你是要咧掠玛莎啦？是咩啦？我底下咩隐藏，守株待兔，爸爸，你来，你看，看这间酒店，嗯，这间酒店哦，就是马上大刚拢爱食报道，来只打卡的所在，咱就直接等伊，一定会出现的，爸爸，嗯，出现了。就像被抓被逼去骗我，伊笑呀！啊，死马傻啊！伊竟然敢讲伊冇骗啊！我来这蛮钱呢，伊那一定是假装的，连手骗你。这家伙肯定骗呀！哎，爸，做蛋子，就算伊今早起个抓起来，伊那心肯做钱也无路用啊！唔肯哦，怕他一肯啊，先抓起来就讲啦。蛋子，你听我讲。爸爸，妹妹这下厉害，来按照给我进，千万不能出嘴哦。嗯，哎，小伟，哎，这间店哦，真正赞的啦，起来得吃啦哦，辣个水个够爽，而且哦，介绍个公道呢，阿袂我袂灌水啦，好，哎，真正做口碑呢。真的，但是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快点，行行行行行行行。酒店小姐，敢有参与这种的？这种的哦，我才有兴趣。这间店敢有这个级数？哦，小的啊，你也真敖劲嘞！啊，七件八件，去经济袂严谨，这输了叫你小妹啦。啊，输了叫有这款的小妹，哎、欸，你是出来刚来佚佗心酸的哟、哦，干那靠这个哟、哦，都吃不完啊。小姐啊，啊你敢在这间酒店咧上班呢？你真正有搞搞骗骗呢？连酒骗阮哥，搁直接搞连宵的。啊，加减啊连宵的，唔吃袂老人痴呆症。听讲你的公司规间拢过去啊。啊，好个，在天王杯啊，吼，我足疼你，予你一碗饭通食。啊，你若去酒店上班哦，吼，一定是红牌红甲出汁啦。天王杯是唔想我饭食，我唔知影。但不过我知影你马上就要去食免治饭，予国家吃啊。你连酒骗总共哈尼济钱，我已经甲警方联络啊。伊那里去做证，他说讲你若诚恳讲老实话，我就告你。你讲什么笑话啊？上骗恁哥的钱啊？但恁哥含我是朋友啊，啊朋友互相借钱，这正常嘛？安尼也要报警？是啊，啊我敢有开手机，互恁阿兄？哎、欸，啊你凭啥物讲我甲恁阿兄提钱？马扎大，啊这个小姑娘啊讲的嘛真天真可爱呢。嘿，卖假啦，哇，紧啊紧！你卖想讲我无证无据，我就无得告恁哦。你最好是把握这最后一夜去酒店，你看欢喜的，因为你不知道是不是明天。妹妹啊，你讲这什么意思？我马上大哦，不是用那件大的啊。我知道你是听你命令的话来做代志，就亲像三年前同款，我过来给阮哥跳，骗走阮哥，我要给手上两千万汇款，然后再把所有的水苗补落给我，想要把我压落地。这一次我拢靠出出啦，
所以我已经跟你明亮显摆啊，你嘛什么拢跟我讲啊？你讲什么笑话啊？我拢听拢无啦。李明亮已经准备要跟警方合作，要去抄你的大本营。那不相信才实在哩，那到时阵你的大本营去用抄掉了后，怪我无事先甲恁通知。你莫在后边讲，李总的伊才袂安尼做。李明亮是啥物人，我足清楚的，伊才无可能甲你讲老实话嘞。凡事阁会变做好人，叫你去骗风头就无。是讲，你唔知影有可能去骗风头了后，永远都无得倒转来哦。李总来做对有啥物好处？你莫在后边塞弄啦。李明亮也知影，恁这样相信，对这样死忠，一定会足感动的。啊，不过感动，甲会当当作饭食。伊知影要去做污点证人了后，伊为着要自保，就拖恁落水，想要出卖恁的。是讲你对伊这样死忠，应该嘛真心甘情愿替伊担罪啦。哼，这个李阿明亮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大家讲好了没有？我甲替伊骗到这2000万，阮单条现成的，以后大家都惨无到水无流嘛。既然出卖完，是够过分的啦。阿总，你做这生意是你做的吼？哎，哦，唔对，是李阿明亮提钱买通我甲石的，骗恁哥一个念头，然后伊提走2000万。我你即摆是要安怎？你若想够巧，就应该带我去警察局投案，把李明亮所有罪行拢讲讲出来，才袂用泡水相骗。只有恁两个单皮一直拼上。哼，我才无咧遐戆咧啊！你叫我投案，我就投案咯。我甲李明亮的代志，我家己会瞧啦。小伟，来走。这两个水到伊个压压着的，是安那？你冻啥？冻啥？你两个变形啊！将阮家骗到玲珑死啦！我海军大人走投无路，真嘛吼？没跟你和我小姐啊？你们死啦！三年前你搞中康，三年后还有我起身，我绝对没把你甩。这个造成了，你被笑死了。走不去嘛，先走啊！快点啊！啊！啊！这个，快点！给你这样。你先别回家了。哎，你动作哪里在我了？拍手，是的。现在有尊重帅哟啊！你那游泳那块弄死人了，肯定多了，你肯定多，你肯定不对，嗯。查病的心跳较重要啦。啊对哦。阿龙哎，你等一下有没有照出来啊？干嘛整一台要照去啊？哦，差点那六度啊，滚照去，气死人！我这马上顶死人是尿气哟，也熬整啦。不管你外高整啦，恁爸啊，那为你要健康啊，把你饿出来啦！你今摆是要安怎啦？阿公，你讲叫我还我去找？有啊有，有在在哪有？你在讲的时阵，我安怎啦？不是啦，台湾计小派去，手机飞出去，我们才有派去无？你看卖啦。你讲你差时点嘛，就抓到小的，要跟我马上
啊，伊才上门走去哦，啊，是安怎？嗯，你阁好意思问啊？阮去掠人啊，走到这尔辛苦，啊你咧？走去大公司啦，办什么开幕酒会啦，啊，吃好料的，啊，把阮伫外口扇风啦。唉，你吼，食到这个岁啊啦，啊，大项代志都要看这丈人爸，哎，真正足记录的呢。嗯，无啦，爸，歹势啦。啊，开幕酒会那边吼，嘛出侪代志啊。哎呦，要搁解释啦，即摆已经打草精神，那个两个马嫂，我看是食较歹，这一切哦，拢是欠你一个。恁两个无抓到人，搁敢怪英奇哦？嗯，是讲虽然无抓到人有较可惜，但过至少有甲马嫂甲小的证书较落去，会当证明咱是受害者，安尼就免惊啦。你讲安尼是无唔对啦。那是讲哦，会当招因哦，直接哦送去警察局哦，啊，代志就解决了。你袂先就即马你插一句啊，对无？就是讲呢，这万不能哪个出什么状况哦？这讲来讲去，这一切哦嘛是拢爱怪因起。哎呀，哦，你两个是好阿未？这件代志自头到尾拢恁抓出来呢，即马找到机会就杀回因起，安尼敢唔对？你稍等一下，哎。你无抓菜买转来？哎，系啊系啊系啊！哦，阮外口走几工咧，即马巴肚拢照枵。哎呀，你两个莫想要转移焦点。我无去哦，确实是我唔对啦。我知影，无抓到肖的，要跟我马莎哦，恁感觉真无助啦。无什么好无助的啦，亲像马莎这款哦无安分的人，一定真紧就出现啊。非得咱等到一遍，就咱等到第二遍。咱绝对袂当认输，一定要甲伊争到底，一定当抓到伊的。不过明仔你要出庭啊呢？你放心，有迄个证书哦，我相信法官一定还我清白的。证书啊，你唔是讲你有录着证书？嗯，我刘俊杰长进，必死家贫，卖流苏了，贴在我平方纸。喏，这个你也明了。大家讲好诶，阮退拢走去两千万，以后大家参无到水无流，阮等到现成诶。伊既然出卖我，小可过分诶啦。我做清扫诶呢，还是你较巧。你是你是你，完了。哈哈哈！想未到哦，我这好心啊，出将才诶哦。我相信明仔载开庭，即摆证书，啥物拢免惊。对，啥物拢免惊。Hey,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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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.